先前一公布出讲天台送水本土重要天气的反攻的过后，农田水利署突然个离处就同家条个的笔筒收起来，而同2900万公吨安度的水呢保留下来，等过后紧急状态将有何用？不过先前则谈过，滴干淹期由水门的锁头本人破坏脱，巡查员去发现过后就急急去报警察。警方呢，前面查到一件事情，是喺地方水利工作站，原来向六位班长提起假作为。警方同门发过后，竟然通知呢函送天监署继续侦办。比如紧急批用桃园国体的笔筒的水门拢收起来，唔过呢事情是由农水署桃管处每位嘅工作站嘅班长将水门咧所破坏台上嘅其他抽水来用。警方查找到线索以后，已经调门当事人同时做好笔录嘅，由桃管处高级飞顺，那位调同时嘅部分就送体检署。警方获报后调阅该辆小货车车籍资料，通知刘姓车主到案，询问完毕后。依毁损及窃盗罪，将刘姓男子移送侦办。桃管处的副处长车清文就讲，一下笔筒因为停工的范围已经停贴供应农业送水淹田，各个水门每已经对公告建议显示就收起来的，断水量每保持在紧急备用的情形下，未来要向警方向下加强来询。水利单位的组织地图的干部吼。又发生讲咧，抽水啊，吼破坏安尼啊，安尼了摆来淹盘，淹盘吼，啊，安尼啊又报安尼警察单位来加强来巡查。车前问过，一下当系无诶，安尼面诶时节，要对分组没有好数诶，系属于用水最多诶时期。同时，政府已经南外部工种诶人合理诶补偿诶，故说拜托农民和国民众唔好去大去挑水路用，才唔会犯法。客家新闻罗文泰桃园报道。